特王妃嫁入王室前的六个造型回顾，与现在差别好大。凯特王妃是皇室的平民王妃，但是她在英国的影响却不小。都说凯特王妃美丽优雅，看到她的笑容，发现真的很美。现在来一组凯特王妃嫁入王室前的六个造型回顾，与现在差别好大。图为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的青涩照。凯特一袭白衬衫，尽显知性。1986到1995年，凯特王妃在圣安德鲁的预科学校上学。那时的凯特青春活泼，她不仅学习优秀，精通音乐舞蹈，还是运动全能，游泳、曲棍球、网球、滑雪样样精通。凯特王妃年轻时在酒吧的老照片，妆容素雅，面容清丽，一袭裙装尽显少女范。看来凯特王妃年轻时也有疯狂的时刻，难怪会吸引威廉王子的瞩目。凯特王妃每次去酒吧都会与自己要好的密友前往，两人喝醉酒后在车里尽情的聊天，如图所示，依稀可见凯特较好的面容，真的很美。2007年6月，凯特王妃穿着花衬衫，搭配着牛仔裤，身姿窈窕。她那时漂亮、热情、有活力，是一位貌美、有才学、还非常爱玩的名媛。众所周知，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同上了一所大学，即圣安德鲁斯大学。凯特王妃可以说算是学校的校花了。图为凯特王妃陪同威廉王子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的活动，拍摄于2008年4月11日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